我拄仔我徛起来，我徛起来要提手机啊，砰砰砰砰，我过看，就已经倒落涂骹，人倒落涂，哎，迄个囡仔就一直走啊，穿橘色衣服一直跑嘛，啊，现场有很多人追他，有人追出去，啊，追出去的状况我其实已经不清楚了，听说在外面他还开了两枪，我手机啊，因为我们有现场直播，那因为我有一位新进人员，他可能吓到了紧张，所以他没有把影片储存，按到删除。因为我们来这边发放物资，我都有预告，所以很多的志工，包括我们公司的同仁，大家都吓到哭了。因为我们都跟我侄子他们都很熟。那今天我是准备了720份的金牛角、1万斤的白米，还有1500斤的面条，现场有800多位来领取的。那刚好发到差不多1/3的时候，就发生了枪案。一个慈善公益的活动变成命案的现场，这是我们始料未及，没办法去预测，也没办法去防范的。